你谁呀？你就是悬崖寨的大当家呀！我是南风寨的顾北溪，来找茬的。我们和南风寨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小子是不是当真觉得我会怕你？既然来了，你就别想走了。 小兔崽子，敢来我凶崖寨找茬，当真活腻歪了？老子现在就满足你！你知道小爷平时喜欢用枪，今日为什么要用刀吗？ 因为用刀杀人更疼，死得更慢。兄弟，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有什么事都可以说清楚。你别动刀动枪的呀！白世基的事儿就是我顾北溪的事儿。 得罪了我们南风寨，白世基在哪儿？就在后院柴房。英雄，英雄，家人也被关在后院柴房，求求你也救救他们吧！请你救救他们吧！先起来，今天我就好人做到底。你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去救人。 我不是凶崖寨的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去帮忙！有没有看到一个姑娘，20多岁，长得很漂亮，个子高高的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可能在隔壁柴房吧。你们互相帮忙。嘘。十七，我来救你了。 救你了，十七！十七，十七，是我，十七，我是顾北溪。十七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是我，看看我，是我，顾北溪，北溪。 我没有家了，顾北溪，怎么办？我没有家了。有我呢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家。顾北溪，你能帮我把我爹找回来吗？我爹他不会死的，他一定不会死的。你帮帮我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一定不会死的。我求你了，我求求你。